同样忙着开嗓的还有功夫巨星成龙。3月9日，成龙的好友著名青年歌唱家陈思思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宣布他的《美丽之路》两岸四地大型演唱活动专辑和相关资料正式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录其中。活动当天，陈思思的好友成龙、姜昆、航天英雄杨利伟纷纷到场助阵。军事博物馆对于已经是馆员的成龙来说算是主场，上台后他就用一句颇具主人翁口吻的“长官好”外加一个军礼，让原本有些严肃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不少。各位长官好，这位女性为何追逐我？荣幸可以成为军国的馆员，欢迎你加入我是军中。也很高兴我参与了美丽之路的一路，台湾一路参加了。既然是前来道贺，成龙当然也要有所表示。虽然明知自己在唱功上或许比师妹稍逊一筹，但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成龙还是大方的在台上和陈思思一起高歌一曲。唱歌我不敢点评，只有他点评我。那思思说一下，成龙大哥唱歌，你俩也合作过好多回了。哎，他是乐感特别好，而且这个音域特别好。别人唱我不一定听得出来是谁唱，但是成龙大哥一唱，我就知道这个歌是他唱的。娱乐新天地严思达综合报道。